放單，放單。
该有一个基本基本的保障。你也走开。各位行花真好，多谢你哋，行花真好，二零一六非法集结，请跟住。
多次作出警告，同埋俾時間空間你哋離開。警方命令你哋立即散去。嗰個警官喪失曬我哋真係距離，而企喺行人路對住黃佩珊嘅記者留記，留翻一條路俾行人行。你哋採訪工作，警方係接受尊重嘅，但係唔係霸住成條馬路。你翻埋一邊，唔係維持警察。警方而家執行職務，唔係幫你包圍。唔好做一啲單擋行動。警務機，喂，頭多發生呢個男士遊弱，警方多次發出警告，叫你唔好企喺路中心。警方俾你採訪，但唔係俾你包圍，企翻後邊。地方俾你拍攝啊！大把時間地方俾你拍攝，亦都希望你全面多角度將事實嘅真相俾全香港嘅市民睇清楚啊！究竟發生咩事啊？唔該曬啊！影咗就分後少少啦嚇，大家都張條片，分後少少啦，影下我哋專業啊！睇睇我哋警方嘅專業。有咩？
係二分，唔好睇個正面嘅色啊嘛。Yeah.
做咯，都冇冇你咯。OK。